还行哦，有个一星二三的黑料吧啊、哦。今天第一条这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差不多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去川崎了，今天我们准备再去川崎啊、哦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出发，走、哦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圣豪区这边了啊、哦。这边打我了，继续打人一点，一米左右。打远一点啊。终于来了哦。这都还行啊、哦，应该有个半斤左右。横掉，横掉，小横掉来了，他是两个用，是两个左右吧，还行啊，今天第一条，给大家洗澡吧，我有啥了啊？哎，这应该还行吧，应该是比刚刚那条大一点。早就有了，早就有了，一条小小的黑黑的，又来了啊！这头应该有个七八条鱼上。来，拿上来了。嗯，可以，可以。怎么大一斤多？大一斤左右。来，还行啊，有个一斤二三的黑钓吧啊！今天第一条这么大，还行啊，差不多有个一斤二三的黑钓，今天第一条这么大，都给大家。又来了，大应该是4.5两，二两，三两，又来，3-4两，九弟也来了啊、哦，大不大？大不大？啊？肯定比你大，比我大，比我大也还好，哦吼，还行，相投啊，可以，这车头应该有个半斤左右吧？有，来，准备继续下杆啊、哦，又来了，哎，应该7-8两应该有吧？7-8两，7-8两应该有，不止吧？四五两，四五两，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啊，我拉成三斤鱼。拉成三斤鱼。现在可以啊、哦。又来了。现在是收杆，还有四两左右，也不大，不是很大。都是四两左右也好，3两多吧。刚刚钓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，后面都没口了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什么收获啊、哦。今天收获还算还行。算可以啊、哦，很久没钓这么多黑钓了，虽然说个头不怎么大，还行吧，吃辣条吧，有吧，这次吃辣条应该有个6斤左右吧，有，挺沉的，啊，我们既然是这个季节的话，黑钓和黄钓都在一斤起码可以，见这么大的话，一斤起码可以卖个70左右吧，啊，70五六斤的话也可以卖个700块钱，兄弟啊，要不然这届我跟你们，这一我跟你们谈了吧，就留着，我们不卖了。明天我老婆过生日，我先给她过一个好点的生日，啊，我就准备就留着，明天拿去下山，明天什么东西去释放，啊，走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家吧。钓这么多啊？对啊，是12条的，那也不是很多吧？哦，还可以啊，还行。我老婆，那个我们今天钓了11条鱼，然后那个你明天不是过生日嘛？这次的意思留着那个，咱们是去外面加餐嘛？不要，你拿去卖钱，不要放、啊。没事，咱们自己钓的，总比那个去饭店吃的便宜。拿去卖钱。我们都已经杀好了，都已经处理好了。哦，那好吧。九弟啊，咱们那个明天看有没有螃蟹什么的去刷一点吧。好，咱们就明天加餐的那个海货都靠自己刷，就不用花钱了。可以，是不是？嗯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啊、哦，拜拜。